今天他搭配的是杨新志、李凯燕、洪凯杰以及杨敬敏，分别是昨天没有上场的赛瑟夫、林梦雪、辛特利、林书伟以及张宗宪。所以飙风玫瑰的封号，李盈峰的三分球也有，他把他的一个赛瑟夫拉到外围之后，其实很多前锋切入之后，外围就有这个空档的机会了，度跟专注度是非常足够的。哇哦！二姐还剩下九分多钟，将近十分钟的时候，国王队的，因为勇士队基本上不太会跟他去打挡拆了，打法上不太一样。李盈峰以外，但是这些替补上来的球员打得完全不像替补球员。对，你知道李盈峰以前在首府大学的时候，哦，这是野兽林志杰的 N1。哇，中间已经开了，小球。Yes, baby！ 林书伟助攻。Terry 冲抢在一块。Single Terry， 全秀。Three， 一分。那富邦勇士也得60分了。对，这边红凯杰的三分外线。有回马枪，小夫遭到包夹，外线的出手，哇！的几位球员，当然今天不管是 Thomas 或是勇士队的赛，然后其他球员不管是二波篮板或是接获小球，这次没问题了。洪凯杰在底角的三，阿敏今年球季有很多底角的三分出手机会，所以在整个战术部署上面来说，这是他们会。是被 Thomas 抓下了篮板，再送到简佑哲的手上，哇！来记三分，中间隔了一年嘛，所以就会针对他这个点去做进攻了。哇哦，这个空切的战术跑得非常的漂亮。再转移，张文平，地板球送得漂亮，哇！这来了吗？底角，一个球再转移，简佑哲拿球时间晚了一点，带波再进，单节12分，球给志杰。在张文平面前来一个华丽的360度转身，李志杰一个回马枪，给到完全没有人看守的塞瑟夫，球弹几下进去了，非常的有限。对，好，这是高位塞瑟夫掩护给林志杰的外线三分球，背筐慢慢的磨，这个转身后仰的出手，勇士是两次，林志杰阿美战士的对决，这回他讨回来了。是狂的，哇！好球 ，Thomas Welsh， 一个暂停可以用。对，林书伟绕过掩护，啊，运球时间有点过长，给到塞瑟夫，超级的一个灌篮。洪志善，球在他手上，再给阿米，阿米有没有机会将球直接正面的打门，三分球投进，正面的三分球再度逆转。这种化的战术，感觉人人有机会。林志杰拿球，三分线外有担当的出手，球没进。石伯恩插板了，对。阿敏，第二段的加速挑篮有。落后一分的勇士掩护之后，苏伟、石伯恩在底线的出手进。小夫上来帮他的掩护，也是哇，他出来了，底下的扣打。林志杰要自己处理掉了，面对简佑哲的防守，大号的三分球，哇！林志杰为勇士送上超遥远祝福，哇！现在杨敬敏来一个打满了三分球，没有办法影响这场比赛的结果了，最后就是120-115，富邦勇士拿下了胜利。